各位德安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天神，大家好。不学三道天师德，老千见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天神给获学机会学讲。各位都有拿到那个楞严经了吗？回去有没有看呢、啊？看得怎么样？因为我们呢，之前啊，或许承诺，讲这个六祖坛经，然后之后啊，讲道德经，然后之后呢，讲金刚经有没有？那后来因为金刚经呢，北部讲的那个录音带都已经大量的供应给各位前贤，啊，所以呢，都已经听得蛮熟了，有没有听啊？所以或许说。把那个金刚经呢改成了楞严经，所以那个时候大概是三个月前，对不对？忘了吧，忘得很快齁、哦、那后学就说呢，我们这个大德经呢、啊、还有后面一段，所以呢后学学那个楞严经还来得及。那因为在写那个楞严经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晚上12点，那写到清晨6点，然后连续齁、哦、两个月齁、哦、才完成。这是要给各位看齁、哦、先看，然后呢我们再来讲解。那个时候是不是这样讲？啊，所以齁、哦、各位先生可以想象，因为晚上12点到清晨6点，这是最最清切，那个思想的理路啊最清晰，所以写下来啊，那个大的就是经的本文，那个小的小的文字就是解说。啊，各位看有没有像或许在讲话的那个语气？啊，所以这个两个月啊。就养成我们那个生理习惯了，所以现在晚上啊，每到12点啊，精神就来了，非常好，然后要到清晨6点哦，才想睡觉，都已经养成习惯了，啊，所以这一阵子啊，就会身体啊这个状况啊比较不理想，所以才会呢，要求各位接受煎熬，有没有？下讲不出来。那或许在想说，都讲也未讲的，讲不出来那也塞。所以现在呢，正在调养，可能再过一段短时间呢、就恢复正常。所以那个时候，各位进来的时候就很凉快，不会像现在说。这么热，热不热啊？所以我们那个觉啊，在不在？就是这个在当佛啦。觉，我们时时刻刻啊，都保持那个觉，就可以了。所以要了解说，修道呢，并不是困难，看我们有没有心啊。假如说专心去做的话，各位天人。我们才一年多的时间啊，竟然可以了解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很不容易呢。北部的浅显都很赞叹，说我们没那个根基哦，我们都爱几十年才会了解。我们都九个月就了解了，对不对？不敢承诺，不了解吗？一定会知道说了解了知道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所以非常的不容易。尤其各位看那个楞严经那个从头到尾163章300多面300开开页。都用一张写字。
然后饿的时候已经都四面了、哦、所以、哦、都是用章163章几面、哎、对300多面、啊、所以各位就是要了解、哦、没有那个大的、哦、那个刺啊，没有、哦、底下没有小刺，就是那个经的本文、哦啊、不很深啊，直接、哦哎、我们看就会了解。各位有看到那个底下没有小的字的吗？啊，有没有在想说啊，这也看那无哦，这里也无盖水，有没有想到那个？哎，啊，有答案吗？因为哈、哦，那个经文本身哈、哦、蛮白话，在写哈、哦、注解的话就会很啰嗦了，所以我们准备说哦，万一呀、啊。哦，那个都还不了解的话，我们用讲解的讲的时候啊，直接哈、哦，哎，我们把它解说了就好。那我们事先呢，就是好、哦、还有一段时间。现在我们呢，这个啊，《道德经》讲到呢50几章，那总共有81呀、啊，哎，所以6、7、8还哈、哦、30章左右了。那30章左右呢，我们看了、啊、就可以哈、哦，有看一段。哦，那个楞严经啊，可以先看一段，那看过以后，我们再来讲解啊，真的就会全部了解。而且哦，那个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哦，就只有这一部啊楞严经啊是讲性理心法，哦，所以里面啊告诉我们哦佛性本体啊是神哦什么样的状态啊，所以哦各位就可以啊抱着那一本哦楞严经啊。你不来听吼，你抱着吼去躲起来啊，哎，努力研究，努力去做，就可以成佛了，棒不棒？哎，很棒的哦，哎，真的是吼、哦，哎，可以让我们从内心哦深处啊，哎，深信，深深的相信啊，哎，可以成佛，很容易的，因为各位都还哦接触的不深啊。所以都还不很、哦、透彻了解。那假如说、哦、深入、哦、看的话、哦、你就会哦，都是安尼哦，原来都是用安尼哦。所以、哦、那个时候或者在写、哦、写两个月的时间、啊、就想说哎，啊，这些拿提出来大家看都好啊。哎，所以、哦、各位就是要了解那个书生的、哦、那个情形。所以这一阵子啊、哦这个佛学的这个身体状况就不是很理想了，讲拢讲不出来的哦。各位心里又在准备，但你不够讲吼，心得报告。可能哦，哎，我们哦，这个不用各位哈、哦，这个准备哦，心得报告。我们呢，假如说哦，声音讲不出来，我们就用呢哈、哦，给各位发问。各位发问的时候啊，或者就可以休息啊，喉咙啊，哦，就休息了。哎，那短暂的时间呢、啊，哦，这一阵子调养了以后啊，因为刚哦，各位可以想象，晚上12点都不睡了，到6点，还是在冲啥？各位浅浅，假如说晚上你12点精神来了，非常的好，然后一直到6点。哦，都不想睡觉，请问你要做什么？就是做万年黄虾，一念不生，会很理想。那刚才呢，有一个前学呢问后学说，哦，曾经听到后学在那个龙岗啊，同德佛塔在讲哦，那个心喜啊相依，后学说哦，那个是一个法门。可是呢，没有比这个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吼、哦、来得高，因为那个吼、哦、做吼、哦，它的成就有限。可是吼、哦，成就却很快哦，而且那个守得心啊会很强。哥要不要听？我们都很贪心哦，那个啊，心跟喜啊相依。就是、哦、我们回光返照，
把我们外放的精神啊收回来，然后收回来以后，我们不是有呼吸吗？有没有？然后我们的心啊跟我们的呼吸哦互相依赖，就是我们一呼一吸啊，哦，心啊全部都哦跟呢呼吸相应，哦呼哦就是说哦我的心啊跟着那个呼吸的呼出去，然后吸跟吸啊进来，就这样啊，心哦完全都在一呼一吸一呼一吸，没有外方。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在凡尘为什么造业，就是因为心啊外方。我们在日常生活啊，各位姐姐，心外不外方，厉不厉害？很厉害齁、哦。那所以那个心喜相依呢，就是回光返照，把心收回来，跟呼吸呢互相依赖。那这样我们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个齁、哦、精神啊不会外放，就是降服啊我们的妄心。齁、哦、这个是一个修持的法门。可是呢它的功效啊齁、哦、各位要了解到，没有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呢那么殊胜。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啊是最殊胜。可是齁、哦、假如说要说快跟慢啊齁、哦、心喜相依是比较快。而且那个齁、哦、守得心啊会比较强。那各位假如说有守得心的话齁、哦、做起功夫来啊齁、哦、会很起劲，就会做得很快乐啦、啊。诶啊所以各位假如说觉得自己的齁、哦、那个妄想心啊太强了，那就可以做心喜相依。可是齁、哦、假如说我们已经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啊，做得习惯了，那就不要换来换去。做得习不习惯？这个情形到底是做得习惯呢，还是没做，还是什么样状态？因为没有回答的话，状况很多啦。有啦，有在听，那就没在做。有啦，有在做，那就都也没成效出来。哦，所以很多状况齁、哦、诶我们就是要知道说要自己啊很清楚知道。可有没有做啊，有没有功效啊，什么样的功效？很容易睡着。本来要吃安眠药的，现在齁、哦、万年放下一年不生啊都不用吃了。只要万念放下就睡着了、哦、所以可以省下那个安眠药的钱，也不错啊、哦、各位要了解到、哎、这个我们假如说晚上睡不着觉，就是我们的思想、哦、那个念头太多了，念头太多就会、哦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啊、各位念头多不多？还很多啊，我们都已经快两年了，还很多啊，还是回答哦。要知道哦，我们哦能够这个成就成仙做佛成大，就是哦无念，没有念的时候啊，我们现前的哦现前的显现在眼前的这一念哦，整体啊都是佛性。那假如说我们念头很多啊，所有的念头都是妄，假的啦，不真。那假如说我们全部都是在哦妄想的念头里面，那我们哦一天一天啊，就白过，白白的过去，没有功效出来。所以哦，我们因为一念妄动才落入凡尘，那要回到哦我们的本位。就是成佛、哦、做佛了，就是呢没有妄想，全部、哦、都是真心。各位可以分别真心跟妄心了吗？什么叫妄心？没听的比较大声啊，
可以用四个字来讲，根尘相对，就是妄心。根就是六根，六根知道哦。六尘知道哦。讲讲看，六根，六尘，哦，对，那就是我们的六根跟六尘相对产生的心，六识心啊，那个就叫妄心，也叫做识心啊，认识的心。因为它都一直在变化，所以不真。啊，我们不能用这个心来修道，是不是？或许一直在讲，对不对？嘿，不能用这个识心、妄心啊来修道，我们要用真心。那真心呢，就在我们万念的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啊，真心就呈现。知道了吗？那再深入怎么做？又忘了，不是有时机而融现。哇，不错不错，都把它背出来了。就是啊，我们做功夫呢，做到能够失机而融现。失机就是在家里面啊，静居安居不动。融现就是神通万物。我们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啊，可以做到神通万物。然后我们不用出门，就在家里面安居不动，理不理想？然后我们可以淹没淹啊，深淹哦，那个很深的那个水哦，深淹淹没静默哦，不讲话，而哦那个哦，好像那个打雷啊，打雷的声音啊，很震撼，所以淹没而雷声，知道意思吗？就是他哦。虽然静居在家里面安居多哦，没有出门，可是他培养出来的德，那个德性啊，很感人，感人的程度啊，一直到哦，人家见到他呢，就好像听到打雷的声音哦，那么震撼。德到大不大？就是很大。然后第三句哦，神动。就是我们的念头一动，天水啊，天理哈、跟着，天理啊都跟着。所以或许讲哦，不要看我们那个万缘放下，一念不生呢，是一种很容易做的动作。可是它延伸出来的效果各位就是要了解，是非常的大那个失机而融现啊。就是我们的那个佛性啊，冲晒整个宇宙虚空，尽虚空遍法界，所以才神通万物。这样了解吗？那一定呢，要功夫深啊，要做得久。我们一直做，一直做，做万年放下，万年放下，做一年不生，然后功夫久了以后，就能够神通万物。这样了解吗？所以从那个万缘放下开始各位就是了解，在万缘放下的时候绝对不管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不要管它纵然佛菩萨来跟你讲话也不要管它，这样知道吗？才能够忘记真显，这样了解吗？我们呢就是要恢复本来就是佛，那本来就是佛，没有念头没有念头，有念头是众生，所以佛没有念头，那我们要自许啊，自己取许啊，自己就是佛，所以不能有念头，什么念头来都把它呢去掉，放下，万念放下都一念不生，所以现前的一念啊
记住了、哦、整个虚空法界、啊、都是佛性本体，这样了解吗？这个不回答是等待研究是吗？还是、哦、听得真实啊，会要背啊，会了吗？会背了没？哦，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对不对？有没有？哎，听到会背了没？会啊，背背看。哎，对，所以我们功夫哦做久了哦，自然而然哎就到达这个状态哦，所以各位要了解。从万年放下入手，一直到达哦，司机龙线淹没雷声，神动天水哦，它是一个哦一线下来，整个啊都没有变化。你按照这样做哦，时间久了哦，开始啊两三分钟都没关系哦，后来做到两三个小时也可以，到后来做个两三天哦也很棒。做个两三个月，哎，已经哦，不用吃饭，理不理想？不是跟各位在讲卡通哦，这个是真的哦，哦，因为我们哦有那个四种食啊，哦，第一种就是团食，就是以前啊没有筷子哦，用手去抓，抓来吃。就是分段而吃啊，有早餐，有午餐，有晚餐，哦，那个叫团食。第二个呢，就是畜食，哦，像我们拜哦鬼神啊，不是有哦那个东西去拜吗？然后鬼神就是哦接触，所以我们七月拜的那一些食物啊，不赶快吃会坏掉，对不对？那个叫鬼神已经吃过了。欸、所以我们要赶快把那一些食物啊吃掉，不然哦派去啊，哦那个叫哦触接触触食哦，然后呢第三种呢哦叫做识，认识的识，识识，识识呢就是我们的认知已经到达，认知已经到达很高程度的时候啊，欸、我们肚子饿了，用那个哈、哦、吃到的。欸、那个境界来吃，不用真的吃饭，用、哦、我们的知道、欸、那个知道里面的内容我们就吃饱了。然后第四个呢就是禅食，禅坐、欸、肚子饿了、哦、你进入禅坐，进入禅坐以后、啊、就饱了，叫禅食，有没有听过？哦，这个没听过。那个啊，大家社啊现在哦，在那个哦云南大陆啊，云南省鸡足山哦哦，在陆地，它呢就是哦禅食，就是哦不用吃饭，也不用呼吸，要等到呢弥勒祖师下身，把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带来哦给弥勒祖师教导，他的任务啊才完成，他才进入涅槃。所以现在哈、哦，它就是啊禅食，这样听过了没？现在听嘛，哎，现在听有听过哦。所以各位就是了解哈、哦，一呀、啊、四种食啊。我们现在一什么食？哎，对，就是团食、啊，就是分段而吃啊，早餐、中餐、晚餐，哦。那佛弟子呢？啊，佛的戒律里面啊，哎，他就有规定哦，过午啊不食，就是哦下午啊一点以后、哦、就不吃了，因为我们吃东西进去身体里面啊，那个东西会哦产生作用。各位浅浅产生什么作用？啊？什么作用？高级
我们有吃饭才有力道啊，你才有力，对不？无食饭有力无？无力对不？吼，啊那食伤饱安那？正确，爱困。所以佛就讲，多死啊有五罪，哪五个罪？刚才听到一字多尔，剩的后边唔知什么都无听。我们哦吃多了有五种毛病，第一个哦就是想睡觉，哦第二个吃多了我们血液循环哦不正常，所以多病。第三个哦我们吃进了肚子里面，它会有那个欲望，就是想哦男女做爱。所以多淫呐、啊，哦，知道吗？哦，第四个呢，啊，我们就是说，哦，有前面呢多睡，哦，多变多淫，所以啊，不能歌颂经典。你要上经哦，哪上哪度孤啦，啊，结果哪上哦，哪唔对，所以不能歌颂经典。哦，第五个、啊、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呀、啊，都是地上生长。所以我们跟地的缘啊结得很深，跟土块的缘啊结了很深，所以我们的脚骨啊都没离开土块，都跟土块做伙。所以、哦、各位前人，假如说你立志啊全部都不吃地生长的东西，你就会背了啦，这样知道吗？拢卖食土卡生物件，无甲土卡结缘，吼、哦、啊都会背啦，知道吗？最起码现在听到了，哦。可是各位姐姐，我们呐、啊、不吃地呀、啊、生长的东西，可不可能？好像不太可能哈、哦。以前啊有一个哦那个鳖女呀。他就是喔、哦、这个得罪员外。啊结果喔、哦、他就逃跑了。逃跑以后无通啊吃。他都去吃什么那树啊根啊。喔、哦、那地黄。地黄是什么？一种中药，对不对？啊他吃的树啊根喔，结果吃到喔、哦、因为哦，那个地啊，不是生长这一些东西呀、啊，食刚好会飞，所以员外呢看到伊早干那边俩吼，伊拢有飞，结果那个员外吼、哦，伊讲吼奇怪，无物件通食，佫会飞，安尼即嘛吼，我著甲办落足切草诶，来甲囥下吼，吼、哦、伊出力的所在。就是咧食树啊根的所在，啊甲藏咧吼，头一天两三天吼，走敢那唔敢食，惊讲因员外要甲害，吼、哦，啊四五天啊过吼，无毒咧，吼、哦，有一寡迄啰野兽去食拢无死吼，我嘛会使食，结果那个鳖女一吃了以后啊，身躯就真重啊，爬袂起啊，因员外就抓到啊，所以吼、哦，就是要知道说，我们吃啊地上生长的东西呀、啊，脚不离地啊，所以爬袂起来。以后各位若有看到迄个树啊根会食咧，我都维持生命吼、哦，你都甲食，吼、哦，俺会记咧，地上生长的卖食，安尼吼都会飞啊啦。哦，你看，咱即马要出门吼、哦，要爱坐车，开车拢爱钱对无？开车爱汽油啊，坐车爱车票啊，拢爱出钱啊。咱用杯都免钱啊，对无？哦，对不对？啊可以飞吼、哦，很自由。要走东往西啊。哦，迄那汽车，你塞车要过一个溪啊，爱都爱去找桥，对不对？你用杯的面对吧，吼，甲杯过就好啊，吼、哦，有劲无？
无紧啦。不可想象哦，哎，讲哦，这都不是咱人的习惯，哦，就是这样啦，哎啊，所以我们就是了解我们人呐、啊，哦，当从那个光阴天，哦，日月光的光，阴生的阴，光阴天到凡尘来降世的时候啊，我们都不是哦胎生，都是化身，然后哦都是用灰的，用灰啦。哦，所以迄句啊，你看啊，拢无发明车，即马才有诶，对无？哎，啊，就是即马咱诶涂骹拢哦，人咧行，车咧行，所以才发明诶啦。假如说吼、哦，从那个观音天那个时候下来，哦，那我们到现在都不用发明汽车，为什么？用杯的好啊。可是我们都贪心呐、啊，哦，迄观音天诶时阵啊。你涂骹会生迄个蜜出来，蜜好食无？无好食，甜甜嘛吼。哎，啊，咱人贪心啊，甲摕来食看卖，未歹食哦。啊，愈食愈贪心，愈济啦。啊，结果是白袂起来。啊，所以吼、哦，会灰了就没了。吼、哦，拢伫咧食蜜过哩。然后呢，男女之间呐、啊，因为是化身。所以没有胎生啦，胎生才爱做爱，对不？哎，啊了后就是吼，查甫甲查某相看，啊看了介意，啊看了介意安那，带去无人看的所在，对不？什么都没回应，然后吼、哦、才开始吼、哦、起床，为什么？要甲围咧外行看，所以各位浅显，这个不是后学吼、哦、杜撰的，而是从吼、哦《阿含经》里面记载，哦围下出来，哦我们就是这样，所以才变成吼、哦、胎生啦、啊，哦男女做爱以后、啊、就怀孕了，本来是化身，哦而且变胎生，化身知道吗？像蚊虫吼。因拢化身啦、啊，哦，那个毛毛虫啊，它也化身、啊，毛毛虫变蝴蝶嘛，对不对？变化而生啦、啊，所以变哦，这个胎生了以后，我们人啊，一直啊延续到现在，哦，挥也挥不起来，然后吃哈、哦，无遐尼济味好食啦，啊，开始哦，上天又用一罐哈、哦，一罐哦五谷啊，还米。啊，为迄山哦，山坑诶流出来，啊，本来吼、哦、流出来，你逐顿去摕啊，迄米拢有剩啊。啊，恁人又搁贪心，逐顿摕吼，伤麻烦。啊，无吼、哦，一届甲摕两顿。啊，即卖吼，边诶人看到讲，哈、啊，你摕两顿哦，安尼我来摕三顿。啊，你摕三顿哦，安尼我摕两工。结果迄山洞流出来米哦，我。大家拢伫咧要甲挖挖遐大坑咧，会流较济嘛吼？会未？迄个挖遐全流未出来，煞无米啊！啊，无米无命呐！开始吼、哦，迄土骹挖挖咧，一分米个你去捡，一分米个你去捡。啊，人吼、哦，开始啊，骨力来变大。又唔对啊啦，真贫惰，拢唔静，还要修行啦。所以吼、哦，迄分你嘅，吼、哦，迄古代嘅人真静，贫惰嘅人点啊真等，等啥？等成熟，成熟要创啥？我来挂。啊，所以伊唔免静啊，道堂啊修行，安尼你要静无？无爱静啊，对无？哦，开始就冤家啊咧吼。讲啊，我静的，你是安那甲我讲？哦，啊，就冤家相拍啊，所以吼、哦，大家参详，讲好，安尼咱十分吼、哦，甲分做九分啦，啊，一分吼、哦，和迄、那个吼、哦、做公亲的属主，吼、哦、啊，伊就较有德行，叫伊来做头，来甲咱管，啊，个人静，个人修，啊，所以这个时阵啊，才有迄款领导的人出现。所有的
有正做的人啊，拢爱一份互伊啦。敢若咱即卖税金，咱的税金都是安尼来的啦。迄个领导甲咱管的迄个吼，都是咱算出来。生活有生即卖生活无？都行哦。就是这样来的啦。所以才形成我们现在的生活。那我们要回去了第一个先把来的原因一念无明生三系。哪三系？有啦，大家都有在回答，但是我听无。就是业相、转相跟现相，一念无明生三系。我们在王母性子世界会讲说三三波啦。我们在洗澡，然后把我们先衣先鞋收回去，然后赶我们到凡尘来。那个是被火难敏住啊。三三波，各位讲讲三三波是什么？我们凡尘最堵的是什么？对啦，三三波就是贪嗔痴啦。所以我们去掉贪嗔痴才可以回到本来。去掉了没？这个导师很老实。都不敢回答，永远没去掉。去掉了没？还没。我们贪嗔痴的都还没有去掉，所以要了解到，那个都是呢，我们落入凡尘以后才有的。我们性根里面有没有？有没有贪嗔痴？没有，我们性根里面没有，所以恢复啊，我们性根里面没有，才可以回到本来，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老母把我们先衣先鞋收回去是因为我们一念妄动。因为我们造了业，一念妄动里面第一个就是业相，第二个呢就是转相，第三个就是现相。那慧觉一再讲，虽然有这个一念无明生三系，很微细都还在空中啊。拢伫迄个虚空内底。没有形象，虽然它有现象，可是那只是印量，还没有形象。到境界为缘长六出，还记得吗？三系都咧记袂掉，搁十个六出，搁加一倍所以不容易记。我们了解那个六出第一个就是智相，智慧的智形象的相，智相。可是这个时候的智相不是智慧，是我们能够分别什么是什么。电风扇的灯，是要做的花，莲花啦。以后是要做实在的莲花，不是要做那个塑胶做的。对不对？还不敢回答，不想做莲花。我们就是要知道以后我们都有那个莲花那个可以做莲花宝座。莲花呢，我们要知道出污泥而不染叶呢，污泥它长得越大越漂亮。出污泥呢不染，表示说我们在凡尘，凡尘都很尘垢很多，污染整个环境。可是我们的心就像莲花呢那么的漂亮洁白，出污泥而不染每一个都有莲花宝座，而且呢是因果同时莲花。是不是因跟果同时？各位都没看过莲花，它怎么生长的？
莲花是因跟果啊同时呈现。哦，它一呢生哈、哦、生出来以后，哎，我们要了解到哈、哦、那个莲花宝座，哎，它都是哈、哦、因啊跟果同时呈现。哎啊，所以只要啊我们在因中哦能够啊哎知道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果中啊佛的果位啊也已经有了。哎，所以叫因果啊同时。哦，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哦，第一个哦事相，哎，就是呢看到什么知道什么哦，知道我们这个一个讲堂前面呢佛像哦，这个叫事相。第二个呢叫做相续，相续相，相续啊就是继续啦。哦，今嘛有诶个类嘛，有个类嘛，有个类嘛，有一直拢有啦。今年有夏天吼、哦。每年有哦，那在过去后年有没有？在下期那一年有没有？那个叫做相续相，哦。然后第三个哈、哦，就是执取相，执着跟取舍，执取相，哦。第三个，第四个呢叫做计名之相，计呀、啊。哦，那个计算机的计，计名字哦，你什么名字啊？哦，计名字相，第四个，第五个呢叫做取业相，已经取了，哦，取来了，哦，业呀、啊，哦，造了业，取业相，然后第六个呢就是业系苦相，被业绑住了，我们要受苦。哦，那个叫做境界为眼啊，长六出，安尼记起来呗。还没有啊？有没有印象呢？哦，第一个次相，哦，第二个呢，相续相，第三个呢，哦，执取相，第四个呢？哎，记名字相，第五个呢？取业相，第六个呢？哎，被业绑住了，业系呀、啊，哦，系就是给咱绑的，业给咱绑的，咱都要受苦，所以业系苦相，哦，境界为缘长六出，所以这个时候啊，就已经有哦这个形象了，那个一念无明生三系呀、啊，那个哈、哦、三个啊。很微细啊，都没有形象哦。虽然有业，可是哦，各位浅浅业啊，看得见吗？看不见啊，看无。可是哦，我们可以感受，对不对？什么业哈、哦？那现前业力现前啊，我们就要接受果报，对不对？所以我们知不知道业力现前的时候啊，知不知道？哎，知道吼、哦，啊，无看啦，啊，咱知影，哦，讲啊，业来啊，爱去受苦，哦，业力现前，哦，第一个我们就是要了解吼、哦，那个业相没有形象，哦，业啊没有形象。那么第二个吼、哦，那个转向，转向哦，就是跟咱哦，那个佛性啊本来的哦，那个智慧之光，就是我们的般若妙智慧。然后齁、哦、要来看看那个齁、哦、月相。那里齁、哦、本来的那个智相智慧的相要来看月相。啊，月相没有形象嘛。然后齁、哦、我们转本有的智光变成齁、哦、能见之见。能见之见了解吗？了不了解？我们有能见才有所见，对不对？哎，我能见哦，比如说我能见呐、啊，哦，这个我们弥勒祖师，那我哦就是能见弥勒祖师啊，就是我所见。那我们转本有的智光要来看业相啊，业没有形象，那我们哦转过来那个能看的能啊，很执着，一定要看。要看到无为止啊！啊，结果吼、哦，
瞪目花老，会变安那，目睭圆黄对无？啊，看到吼，真是要有一番形象吼、出现，叫做吼、虚空花。虚空有没有花？可是我们看久了，有没有东西在？绝对有。所以吼、或者就讲吼、假如说各位要实现了、那个空中花要看吼、你就蹲下来。蹲下来会吗？苦来了吼、蹲下来。然后三五分钟啊。护我。差不多了吼、然后吼、雄雄站起来。会安那。会偏对吧吼、然后你眼睛看空中会有什么？绝对有东西啊，对不对？啊，因为每一个人看到的吼、都不一样，大家看到拢无同，但是大部分吼、看到拢真大尾的虫，安尼圆弧转有无？各位都没有试验过了，所以你都唔知。那因为后学吼、要讲，所以要试验。会记你吼、徛起来紧边啊去画咧。才袂倒去，然后紧看空中有啥物，那会逐摆看，逐摆无同，有当时啊，伊个细菌阁足大个，有当时啊，阁细细啊个，有当时啊看到，阁毋是细菌呢，阁别款个形象，所以各位可以试验看看，而且很快啊，三五分钟而已啊，快不快？就会知道说，原来那个业相转向现象都是安尼哦，就会很深的认识啦。那个时候啊，整个都在空中，从底下虚空之中啊，都是假的。因为我们有业有转有现有三个了以后啊，才三合大地啊。呈现，所以三合大地的呈现啊，各位假如说吼、回去的时候啊，把那个楞严经啊，你翻开看看，以安那来有交代，交代啊，三合大地安那来，所以吼、各位要了解，就是我们呐、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升华，为咱的佛性出来，所以整个凡尘的万象。拢是咱的真心佛性，或许在讲的时候啊，各位可能会产生怀疑啊。外相是外相，我身躯是我身躯，那讲一个出来所在。那当我们看了吼、佛讲的楞严经以后啊，你就会了解，原来所有的万象都是从我们真心佛性啊生发，为咱佛性出来。所以文殊菩萨就讲，迷妄啊，有虚空，因空立世界，有世界了才有众生，有众生了才有业果，然后世界、众生、业果三个啊联系不断，我们就这样一直轮回不息。所以佛教我们一个熄灭的方法，两个字啊，就是不随。不随世界，不随众生，不随业果，安尼呢？三因啊断，我们就不用出生在凡尘。有简单无？有好者无？正确，有简单无好者，因为我们不随啊。等下吼，有一个朋友讲。你现在手头较困难，来，你带我来，我提钱借你，你随不随？有钱通好提，我当然随。你随了要六道轮回呢？迄无要紧啦，无快，对不对？
所以哦，我们要了解哦，不随吃亏在眼前，你随了六道轮回跟着来，哦，这个凡尘还真的不好拿捏啊，好不好拿捏？可是要了解真理，对不对？我们了解了以后，哦，知道说我们呢在凡尘的声音呐、啊，就是因为我们哦时时刻刻、啊、在造业，所以或许哦上个礼拜不是有讲十二因缘吗？啊，里面有讲一切不受有没有？假如说我们内心呐、啊、一切不受，没有业呀、啊。啊，我们受不受？现在有一张发票啊，都掉了一千万，你受不受？糟糕了，就决定要六道轮回，一千万干遐大就，把咱拖去六道轮回，吼吼，我要去。六道轮回干遐好胜，很苦的嘞。哦，所以我们要研究哦，研究真理，知道说很多呢是我们自找的，给你扯来的麻烦。我们的烦恼啊，我们的哦麻烦啊，各位浅浅从哪里来？从住相而来。住相知道吗？住在形象。我们住哦，住不住在形象，所以哈、哦，各位就是要了解到，生活之中啊，有很多哈、哦，我们都不知不觉。啊，不知不觉是什么？就是无明啊。无明是什么？就是不了解真理啊。啊，不了解真理是什么？就是造业啊，啊，造业是什么？要受苦啊，安尼了解呗？为倒来？哇，这虽讲呀，我虽未记了了啦，安尼哪好？从住相而来哦，我们住不住相？不住相，假如说我们是。哦，很年轻，还没有结婚呢、啊。哦，那我们的对象哦，前道很英俊，哦，又很有钱，坤道很漂亮，家境很好，要不要？所以哦，要我们不住相啊，真的很困难。哦，啊，住相就很容易啊。那我们要了解说，哦，那的住相啊，延伸下来的麻烦、啊、多不多？非常多，对不对？啊，像扯来，咱家己扯来对不？啊，咱家己巧啊戆，我们都承认自己很戆吗？内心里面啊，一定不承认，我就巧。哦，都一定承认哦，家己讲，导致哦有一个内心哦有一个不见的骄傲，各位都有发现吗？因为那个内心啊不见的骄傲，我们都哦不知不觉，虽然在怎么样的恶劣环境之下，哦内心的骄傲。都不会消失。我们潜力受损的时候啊，抗不抗议？为什么抗议？因为潜力受损的，对不对？啊，谁的潜力受损？就是我啊，对不对？啊，谁是我？我是谁？咱都唔捌研究的吼。像是我，啊，我是像，哦，百年前啊，谁是我？百年后，我是谁？拢无对无？
那我们现在的抗议啊，多不多？加对无？都唔免抗议啊！所以或许之前都讲，你若甲人结完仇吼，我那唔免报仇啊。是安那讲？你甲身体吼养好，然后目睭金金吼看伊死，安尼有报仇无？已经死人嘞吼，啊，你有报仇无？无啊，因为你目睭金金看伊死啊，仇有报了没？报了吼，吼，所以只要你身体健康，你看着他死掉了，你就报仇。当然这个是歪理的，不过很受用，不用跟人家直接吼，争执啊。都不免，你把身体用好就好，所以这个很重要，有钱都还不那么重要，身体健康最重要，有家财万贯，身体都好，都在你破病，都倒在眠床，这样有路用吗？没路用，一口气如果不来，家财万贯，谁会？别人会啦。咱直直拍拼，拍拼吼，咱直直接，直直接，有路用无？真是啊，无路用，修在路吼。所以吼，唔免啦吼，日常生活拢有够就好，有通啊食，有通啊穿，有通啊住，安尼就好啊，对不对？可是我们假如说有通啊食，有通啊穿，有通啊住，也满足未？爱过什么？爱有一间啊厝，厝有啊。爱过什么？爱有一台啊车，啊车甲厝拢有啊。佫想要什么？啊？我们都愿望真的是填不满。可是我们的寿命有那么长吗？所以啊，时常以前现在是没看到了，以前时常看到纵然你赚到整个世界，性命已经消失，那有没有用？又送给人了，世界啊，全部都送给人了，真的都是没用，所以我们就是要。立定志向，追求目标要很清高。各位立定了没有都还没有都想要这个凡尘事很如意，然后盛世也可以可不可以盛世就是我们佛性能够修正成佛可不可以了？哇，信心都消失了不是像六祖唯求作佛不求一物吗？现在唯求一物不求作佛，是不是这样？唯求生佛能够富裕。然后不求作佛，是不是这样？也不承认了就是两兼，两个都兼备了，也成佛了，然后事事也如意，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的心大不大？怎么一个大法？对，就是进虚空骗法界，做什么赚钱？钱虽然不是万能没钱万万不行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一直或者都强调，日用不缺即可日用都不缺了就可以。那么再接着再怎么样的多我们都不会满意都会一直有新的
愿望出来。哎啊，所以我们永远都是在追求，永远啊都是在受苦。哎，所以老子跟我们讲说哦，滴酒之子啊，常乐。我们有没有常乐啊？有啊，大家都还没滴酒，所以乐不起来。都承认了吗？不承认哦。哎，那到底是什么样？什么样的状态？也不追求凡事，也不追求盛世，那不然要追求什么？我拢无目标呢，嘿，拢无目标很危险哦。敢那咧行船吼，无迄个吼，迄个头啊，要往哪个方向吼？没有先啊，嘿，对准，这样危不危险？嘿，会去弄到迄个吼，嘿，涂骹的暗礁啊，嘿，涂骹有一款吼，嘿，细粒豆。啊！你准哦，准备要去干路，知道吗？会安那，会冰准，会沉落，命会无去，对无？结果什么拢无得着，所以我们要呢抓到一个宗旨，我要追求什么？哦，一定爱有一个宗旨。哦，开始生活的时阵啊，先追求。人格健全，品性齁、哦、端正齁、哦、然后开始啊就是齁、哦、追求我们的那个德性要呢德性啊能够建立齁、哦、在呢新闻之中啊都具备齁、哦、要成佛了以后啊有本钱。都具备了没哇也未啦，迄后日来再讲。要了解哦，时间啊是不等人，等不等人啊？因为民国一百年啊，对不？以我们以前的哈、哦、那个生活来讲，要到民国一百年，好像很久的事啊。可是已经到了，对不对？时间都未等啦，所以咱得爱哦，赶紧。哦，赶快啊，修持，把那个习性啊，不合真理的习性啊，都改掉。然后呢，我们佛性本有的哦，那个光明啊，都让它回来。所以啊，哦，上个礼拜有问啊，那个啊，哦，四无量心。各位浅显，什么叫四无量心？慈悲喜舍。我们佛性具备哈、哦、慈悲喜舍，所以哈、哦、各位就要了解到，我们呐、啊，哦，这个给人哦快乐啊叫做慈，以人哈、哦、与乐慈，悲呢就是拔苦，把众生的苦啊拔掉，然后喜呀、啊、随喜，不要嫉妒了，我们最大的毛病、啊、就是嫉妒。各位浅显，嫉不嫉妒？人家得了几千万啊，我们嫉不嫉妒？不会啊，真的吗？我们那个嫉妒啊，拢伫个内心，哦，拢无看。我们有没有羡慕别人？羡慕的反面是什么？就是嫉妒。所以我们有羡慕的现象，就是嫉妒。然后舍啊，我们就是了解布施。哦，那我们在凡尘啊，哦，都全部啊都可以布施，连那个贫穷啊也可以布施。哦，有一个哦，这个老太婆、啊、很贫穷，然后阿难呢跟释迦牟尼佛、啊，就是在哦街道行走的时候遇到。然后阿难也很慈悲，就跟佛讲：“哦，前佛啊，这个开示啊，那个很贫穷的那个老婆婆，释迦牟尼佛呢，就走近啊那个老婆婆，说：‘哈、哦，向你呀、啊，哦，这个乞讨。’
老婆婆说我很贫穷啊，没有东西可以布施啊。释迦牟尼佛说齁，你把贫穷啊布施给我，以后啊你就不贫穷了。这样会不会？以后要记得，只要说我们齁这个印道不好，我们也打不好的印道布施齁，这个贫穷的我们也把贫穷布施，这样齁一些啊负面的全部啊都把它布施了齁，没有了，就从正面啊生活，从正面的生活啊就会很如意啊齁，这样了解吗？都不愿意啊，都要保有贫穷，保有不如意的生活，是不是？所以齁，有时候不回答是错的，有时候齁回答齁，我们呢有时候回答是，有时候回答是错，有时候不回答是错，所以没有一定花，没有定法，没有一定的方法。我们竟然讲一个多小时齁，还没有讲到齁，还没有讲到《道德经》呢，理不理想？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生活，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整个啊都是道，不用再找时间，不用再找空间，时时刻刻啊都是在修道，只要我们内心啊求其所安，心啊安，心安就理得，理啊就是道，你心安的道就得到。各位在日常生活之中有没有这样的去做啊？是有啦，按不下去能给啊你啊，还不很理想，所以我们也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啊求其啊这个心安，假如说有感到心不安，表示呢我们所面对的事情啊不合真理，才会心不安，那个事啊就不要做，做了一定后悔，因为再怎么久啊都磨灭不了，可以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做了不合真理的事啊，自己啊会记得很牢，牢牢记住。哥有没有做到不合理的事？记不记得？都记得。苛不苛责？一定会骂自己，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做事的时候啊，一定要求其心安。纵然吃亏也没有关系。因为心安，就已经呢理得，就得到了，所以绝对不会亏欠，这个呢倒是很重要了，那或许呢就鼓励各位回去的时候啊，一定要先看楞严经，因为各位在看的时候啊，就会觉得很亲切了，就是或许在讲课啊，有没有？都是讲出来那个小的字啊，都是佛学的口语，有没有看啊？是不是像我在讲的？就是那个样子。那有的很大的字，对不对？很大的就是经的本文啊。所以佛学为什么会把经的本文写得很大？因为以后要讲啊，对不对？那个出发点就是为了这个以后我们要讲。才写，是不是这样？那我们在讲的时候啊，是不是有在拍那个 DVD？ 后面有一部在拍音控室有一部在拍，对不对？那假如说写的字太小啊，要不要戴眼镜？老花眼嘛对不对？所以写的很大谁要看？
或许要看。所以哦，新的本人啊就写得很大，以后就准备讲的时候不用戴眼镜。那小的字啊哦，就是要写给各位看。所以各位戴眼镜看没关系， DVD 没有拍下来。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或许也是有私心啦齁。大你的我看，小你的给你看。所以齁，因为齁那个经的角度啊齁可以很宽广。所以或许讲的时候啊就会齁用不同角度啊来阐释啊那个经的本文。那现在齁书已经写好了，那或许已经在练习了。在哪里练习？在台北。所以台北现在已经在讲了。先练习了，练习后先再提来加工。这样了解吧？所以各位就是要了解齁、北部的人说齁、我呢听遐久啊齁，叫听有迄个性理心法。那个同义工齁竟然九个月就听懂，有一点嫉妒。你讲齁你伫个北部咧讲拢叫阮家己练齁，你伫遐咧讲拢讲到遐尼啊齁彻底啊，讲到遐尼啊齁清楚明白。清不清楚，明不明白，很容易了解对不对，也很容易做齁。所以都把精华留到这边。所以齁、北部啊齁、就开始齁、学习，然后要到这边来讲。我们都沾光了有没有、所以佛老师交代啊，要使各位齁、明心见性，或许的使命任务。交代说爱让大家都明心见性才可以。明心见性的没有，我的使命任务啊才能够达成啊。有没有明心见性啊？哇，那么没有把握啊，都还不明啊。明了没？很容易对不对？不容易啊。或许那个时候不是讲哦，你看我们前面啊有哦弥勒祖师对不对？了不了解啊？是弥勒祖师跑到我们眼睛眼前来，还是我们的眼睛哦跑到弥勒祖师的表面上去？都没有啦，是心知道对不对？所以明心啊容不容易？我们看到什么知道什么，是不是心啊？这样明心容不容易？很容易齁、然后齁、你看齁、我们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周遭啊是不是了了分明？见性了没？所以啊明心见性不困难齁、很容易的，只要我们用心啊一定呈现齁、所以啊各位就是一定要努力。心明了怎么样？哇，因果不灭啊，见性了怎么样？哦，成佛无疑啊，爱救掉啦，心明因果不灭，哦，见性啊，成佛无疑，所以一定要明心见性，我们呢，先啊，从四心啊了解，日常生活的就是四心。那四心啊我们都了解，那个都是呢佛性的功能作用。那佛性的功能作用啊齁、不要叫它造业。不造业啊我们不受苦。齁、佛性本体啊就可以超脱。齁、所以啊明齁、明心的部分啊齁、不要一下子啊要求就是真心啊。即心即佛那个是真心。那我们现在齁、对啊，真心跟妄心啊一定要分得齁、很详细很清楚。
真心就是真心，然后哦，妄心啊就是妄心，哦，根尘相对，哦，我们的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六识，那个四心啊，全部都是生灭，全部都是变化无常，不要用那个心来修道，用那个心修道不成道，所以一定要用真心。那真心的方法，哦，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哦，那整个啊真心就呈现，即心啊即佛，这样了解了没？了解了没？哦，一定要了解哦，不然这个佛老师会敲或写这个，后脑袋瓜，叫你搞后你都无，所以哦，一定要知道了解，哦，这样呢，我们的整个生活啊，佛学都讲啊，哦，我们哦一年多前啊，各位哦的那个脸啊，哦，那个业障啊蛮深啊，都写在脸上，哦，我业障很深，现在哦，都清除掉了。哦，你看哦，哦，满脸红光满面，好不好啊？哦，都是从我们自己的内心改变，对不对？不是外力，都是我们自己的力道。哦，自己改变，然后我们的家庭啊就和乐，哦，生活就过得哦好像天堂一样，都是我们自己呀、啊、哦去做，可以达到。对不对？就是可以达到的，哦，不是很困难，哦，只要呢我们了解真理，按照真理啊去行持就可以，哦，很容易。所以各位就看一看那一天哦，讲个五十分钟啊，或许说无法多啦，包含，然后请各位啊发表心得，有没有？还那个齁、哦、那个枪撕掉了。你也请判你啊啦。齁、哦、啊道真理真天命真齁、哦、请个邓来啊。理不理想所以我们要知道说齁、哦、每一个人啊内心啊齁、哦、一定要笃定。齁、哦、我们要怎么修齁、哦、自己啊要拟定啊那个齁、哦、那个进度。然后呢把那个不符合真理的习惯性啊改掉。一改掉了以后就没了。喔、哦、佛性啊就恢复光明。啊所以喔、哦、只要研究心理心法，或许说喔、哦、一段时间以后喔拢、哦、变成安尼就碰杯啊就碎。啊迄、那个喔、哦、业障都消失。然后喔迄乌乌的拢无去啊。各位有没有发现都没有啊，因为齁、哦、各位都是齁、哦、面对后学啊，所以齁、哦、看得比较清楚都没有啊，因为后学面对是各位前学，所以一看了喔、哦、大家都红光满面了，理不理想？理想齁、哦、啊所以我们了解说你真正的齁、哦、有听进去了，有改变的齁、哦、行为有改变，相随心转，对不对？所以齁、哦、我们的心啊一转了都是善良，都是帮助人，我们整个形象都很好看。各位遇到啊齁、哦、以前的亲朋好友有没有人偶露你说你现在哪会变这么漂亮，有没有？齁、哦、绝对有的啦，齁、哦、我们北部的前景也都这样，一段时间你又看到哦，啊，你那变只济，较早你白，哦哦，即摆来变只白，啊，够吼，真好看，啊，你是食什么？各位吃了什么？就吃了真理呀、啊，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哦，很理想的，只要我们吼、哦、心呐、啊，哦，一改变了，形象都改变，生活都改变，哦，过得、啊、就很有意思，哦。自立啊又可以立了、哦、对不对、所以各位前学可以把那个、哦、楞严经啊就送给、哦、亲朋好友，
你一定会讲，好、哦，嘿，遐重哦，叫他摸，哦，实在久也遐看摸那会叮当，没关系，抱不动的话哦，我们就写地址啊，给同一宫，请同一宫的前显帮忙，用寄的，一样呗。哎，我们有小单位的话，看要爱几本哦，你写写。地址给伊，名给伊，哦，请伊寄，哦，我们都会记得啦。看是要50本吼，还是100本，哎，我们用寄的寄给你，哦，那个邮局啊，哎，那个吼，哦，货运啊，会哦送到你的家门，哎，然后吼，你送给亲朋好友，你跟他讲说，你若抱一本吼，甲研究哦，彻底去做，绝对成功。可以挂保证的、啊，哦，绝对可以，对不对？那我们要先建立自己建立啊信心，哦，自己信心建立了以后，哎，你讲的话就有力道，嗯，人都要相信。啊，平常哪拢在骗人的哦，人家相不相信？哦，你讲的话哦，人家是以为说。你在放屁的，哦，所以哦，我们做人很重要，哦，讲出来的话人家肯相信，表示我们踏实，讲的话很实在，哦，他也肯相信。那假如说他都不相信了，表示我们做人失败。各位浅显，做人成功还失败？这个哦，讲那个做人成功，各位都没有做人嘛，拢无声音啊，因为我写在老先生身边哦，老先生时常在念念念什么？你看，你到凡尘来，哦，生了两个孩子，你就走了。你这样一生有什么交代？那或者在旁边听，哦，只有到凡尘来生两个孩子，他的任务就完成了。听了都蛮有意思的，哎，所以哦，在讲做人，假如说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啊，哎，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讲哦，波波人就靠做人的哦。那么他的哈、哦，他的灵魂啊，要为倒位出来，不是从玄关，为倒位出来。哦，对，为道宅，下一生哈、哦，一定够做人，因为哈、哦，上天啊，天是自我明示啊，天听自我明听，上天成全大家的意思。大家拢讲你足够做人诶，搁好你去做人，哎，所以你来出生的时候啊，一定又是人道，人道好不好？好还是不好？我们人道要了解十方之佛，人道修成，所以人道呢很殊胜。可是我们六道轮回啊，哎，造了很多的业。哦，也是从人道，哎，所以法无定法，没有固定的，哎，看我们怎么哈、哦、选择啦、啊。各位怎么选择？好啊，无一个讲吼、哦、为求做佛，竟然没有一个回答为求做佛，大概是想要去做人是哦。是要留业来论生，留了一些罪业呀、啊，要诸论众生是吗？啊，又唔敢承担呐、啊！哎，我咧管理众生咧济啊少，我精神有较要紧，有没有？无啊，那要做什么好？我、啊。竟然齁、哦、茫茫对人生里面啊
哦，没有一个选择，我们都没有立过志向嘛，有没有？那立志向要当总统吗？哦，我们不当总统了，那个都有期限，嘛叫四年尔，对不？那我们做活可以多久？千千万万年，对不对？啊，你吼划不划算？很划算的啦。哦，我们一世修哦，一世成，千千万万年，千百亿化身，哦，可以变化很多的形象，哦，很理想的。哎，我们呢就为求做佛，敢不敢回答？哎，再说一次看看。哇，像这样真的就很理想了。哦，这个老师听了都很高兴。哦，我这一些哦爱徒啊，真的就是哦很可爱啊。哦，每一个都是为求做佛。哎，所以一努力起来啊，那个哦力道就很大。哦，啊，我们呢都是呢哦这个小技巧。承不承认啊？哦，对对对，哦，老师呢是大技工，我们是小技工，哦，都努力啊，哦，成就众生，使众生呢都能够见性成佛，哎，都明心见性，一定要朝这个方向，哦，努力。啊，存半南经呢？我们课都还没上哦，哎，就准备给各位发问，理不理想？哎，我们这样讲也很少哦，哦，很少啊，这个侃侃而谈，都是哦很实际的日常生活，哦，很实际的作为，哎，很实际的修道，哦，都进入啊修道的轨道，哦。那我们呢今天啊哦就开始给各位发问问题。问问题很各位有没有发现啊进步很快。有没有哎像各位上次不是问说那个佛像啊一画的齁、哦、哎有瑕疵的破掉要怎么办或许说把它烧掉了齁、哦、有没有然后有前贤回答说啊那些夫咧啊，或许无听的，所以吼、哦，无甲遐付出力，哎、啊，遐付边呐，扫扫的，各一样的，甲扫扫的，放个粪扫堆一样的，会不会？哎，然后遐腐叶吼破去呀，或许不是说用旧报纸把它包起来吗？哎，敲得更碎一点啦，哦，搁甲讲个较脆的，摕去用迄个粪扫车车。这样会不会容不容易处理啊、欸、所以、哦、我们处理事情、啊、就是很活泼、哦、那佛在自身、啊、身外无佛、哦、那佛呀那佛呀里面有佛没有、哦、那佛像、啊、用威、啊哦、那用威有没有佛、欸、佛在自身对不对像各位现在感到凉不凉快？哎、欸，有没有觉？那个觉就是佛啦，容不容易？很容易的哦。只要我们时时保持这个觉，没有不觉，哎、欸，就是哦，就是佛的呈现，身外没有啦。哦，各位前贤，我们去寺庙拜拜啊，寺庙里面有没有佛？哦。我们不敢回答，一定有的啦。哦，那佛拢在内底。庙里面啊，它有知觉性吗？有没有？庙里面有知觉性啊，你一定用调的出来。真是啊，有啊无？伊内底呐，讲拢有知觉性吼、哦，你即声唔敢入去啦。敢唔敢？所以啊，哦，嘿啊，你看以前的那一些禅宗的师父啊，
把那个寺庙的、哦、天气寒啦，把寺庙那茶的佛像啊，拿来破破的哦，披黑茶点么的行修。以我们凡人的观念啊，哈、啊，你要死啊，你要死啊，谁会害死他？那苦力讲好，你给我破破，我要让你死。安尼，伊有资格通做父无？没有了，对不对？哎，所以佛在自身，身外无佛。一定呢，要知道，要了解哦。唯求啊，哎，我们自己很努力的哦，能够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哦，建立啊功德。哦，在见性跟平等，那平等呢？我们就是要了解，人与人之间啊，都是平等，人与物啊也平等，物与物也平等，哎，都是平等。我们就是因为分别心太浓，所以啊，没有德。各位有没有德啊？而且现在的人啊，嘴巴哈、哦、太容易啊，哦，讲话。我们把一些德啊，拢为处的拢个用了了，有没有？都不知道。哎，我们听人家的那个吼、哦、对话，哎，听一听，研究一研究，是不是很多都废话？有没有？讲出来拢无路用了，有没有？哎，啊，我们有没有讲？哎呦啊！啊，拢讲一寡无路用的啊，啊，讲互相听。所以哦，日常生活里面哦，不合真理的、无路用的，卖过，我们才能够培养淹没而雷神。哦，那个德的感人啊，不是你讲话，而是你的行为，你实际的帮助人家。哦，自然呢，人家呢就会感动。那、啊、你用讲话，哦，讲话会让哦让人感动吗？会不会？会不会？讲话不会让人感动啊！你只要说调解人家的困难，哦，已经呢都哦排好、哦、排解那个心里面的怨愤都排开了，哦，人家感不感激？哎，一定感激的啦。所以讲一些有用的、哦、话。各位准备问问题了没？有没有？剩下半个小时，二十几分了。这个处理啊，哦，那个疑难杂症。当我们哦，那个佛像打破了以后，是不是不知道怎么处理？然后我们问了以后，会不会处理的？哎，是不是很容易就处理了，就没有挂碍了，对不对？假如说我们没有处理，那一些都是挂碍，哎，然后呢，我们就想说。包包的，甲摕来寺庙，点点啊，甲藏的，紧张。我们良心会不安，对不对？所以哦，还是照哦，或许讲的去处理哦，很容易就解决了。嗯，都没有问题啊。不好意思问。好，请说。李讲师，请问，像道亲哈、哦、行功的一些钱嘛哈，他、哦啊、都没有给他寄起来，他、啊、已经经过了很多人，啊那个布子哈，哦，啊要最后要那个布子要怎么办呢、啊？好，道亲行功的钱，啊，谢谢。好，请坐。哎，就是哈、哦，
这个佛家一文钱啊，大事须弥山。佛家的钱啊，用在佛事啊，只要你做的是佛的事情，那你用佛家的钱啊，哦，就名正言顺，可以把它用。那用到我们身哦，私人的身上就不可以哦。那个以后会披毛戴角环，就是当畜生道，这样了解了吗？用什么怎么办？哦，所登记的簿子啊，你是钱重要呢，还是簿子重要？簿子很多吗？你有没有打火机啊？或许是说，好像我们的登记那一本簿子哈，已经从已经很多年了啦，哈啊登记起来啊，那个簿子已经差不多一本，只有一本啦，啊那个像已经很多年了，啊那本簿子最后啊要怎么处理是吗？对，最后那本簿子要怎么要给它烧掉还是？哦，对对对，你用打火机把它烧掉。嗯，这样子、這個、会不会？只要钱用的正确、啊、就好了、哦、用在佛家、哦、那个布置、啊、那个不重要、把它烧掉就好了、哦、你这个负担倒是背得蛮久蛮重，那个啦那都不买、哦、只要用的就是用在佛家、哦、那布置、啊、都不重要，这样知道吗？都不知道啊。还有没有？李讲师，这位这边有前线要问说，即望即真是什么意思？哦，即望即真啊！哦，这个倒是蛮高的法门啊！哦，因为我们要了解到，哦，妄想啊，原来本是真，除实又起啊，一重尘，言思动静啊，成水力，仔细看来无别人，听懂吗？不懂啊，再说一次，哦。妄想，我们的妄想啊，慢一点。妄想原来本是真，妄想，我们哦胡思乱想的妄想，妄想原来本是真，除实除掉，加减乘除的除，哦，除实。辞掉的时候啊，又起一重尘，又增加了一重的哦那个尘埃，哦，除时又起一重尘，言思动静成随力，哦，言讲话思想，哦，我们身体的动静啊，哦，成水的力量，仔细看来。无别人，安尼写会符呗？承水力，承受水的力量。哦，仔细看来无别人，所以哦，这个意思啊，就是哦，就是说我们的妄想啊，我们起的念头。能够起念头啊，那个就是佛性本体。佛性本体呢，才能够起念头。哦，所以妄想原来啊，本是真。本来啊，就是我们的真心佛性啊。哦，不是真心佛性的话，不会起念头。哦，虽然呢，它是呢，功能作用，可是啊，毕竟是从哦佛性生发。这样了解吗？妄想原来呢本是真，
是真的哦。我们要呢除掉它的话，又起一重尘，又要起呀、啊、哦那个念头，要增加一重的念头哦。所以除时又起一重尘哦，言思动静成水力。我们在讲话哦，我们在思想，所有的动静啊，承受水的力量。我们的哦，言思动静啊，承受水的力量，都不知道啊。嘿，就是佛性啊，承受佛性的力量。所以仔细看来无别人，仔细看来啊，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啊。哦，按了解咯，即妄即真啊。哦，所以这一些妄哦，它是真，这个是角度嘛。哦，我们要了解说，妄想啊，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然后我们追求啊，性理心法是追求呢佛性本体，所以本体跟功能作用，哎，它不一样。本体作哦，本体啊，它是常住不迁，作用呢是只有一次。好像我们拿钱啊，哦，去买东西啊，你钱去讲买物件，退回来钱都爱给人，对不？哎，那个钱爱给人，那个就是作用，钱的作用。哎，啊，钱迄个本体啊，哎，我们哦已经呢，哦，这个、啊、把它使用了，这样了解吗？即妄即真，哦，有了解不？还有吗？还有二十分钟，好，请说。哎，老师你好，那个你刚刚有说那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尊者跟那个妇人，贫穷的妇人乞讨，那他如何将贫穷布施出去？好，请坐。所以哦，这个啊，就是观念问题啊。我们的那个念头哦，观念，我们都一直啊，各位浅浅有没有哈、哦？哎，把自己啊定位有没有？哦，比如说，嚯、哦，我足巧；比如说，哦，我足戆诶；哦，比如说，哦，我拢未向甲人计较；哦，比如说，嚯、哦，我足敖讲；哦，出计小，有没有？Hey, 我们在生活之中啊，都会自己认定啊自己的角色啦，有没有？有人说，嚯、哦，我足够讲话，哦，我足够甲人辩的，嚯、哦，无来小叔这个，有没有？所以哦，我们在凡尘啊，很容易啊把自己定位，hey, 然后呢，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啊，我都足善的，哦。要布施啊，要做什么善事啊？哦，我已经买了成功，我无钱，有没有？哎，很容易啊，哦、我们把自己呀、啊，哎，定位了，啊，所以在那一种现象之下，哎，会认定啊，啊，我都做善，我无钱，所以呢，功德迄个要做善事啊，要布施啊，哦，伊拢无法度，这样知道吗？所以那个无法度啊，是什么人促成的？我们自己本身促成的。所以哦，只要我们肯做哦，是不是会变化？会不会变化？所以佛就跟他讲：你把哦贫穷布施给我，就是要弃掉他的哦那个固定的观念。你把那个善哦布施给我，啊，你都未善啊！啊，即卖未善哦，你的迄个心温内底讲，哦，我已经未善啊，是不是观念改变了？观念改变，做法改变，伊的生活也改变了。这样贫穷有没有布施了？就是已经呢把它布施了。所以哦，我们在生活之中呢也是一样。华无定法，假如说呢，华是固定啊，那我们不用修道了，
啊，福德福众生的众生固定，对不对？有没有这样？没有。哎，所以我们修道有用，为什么？因为啊，哦，仙佛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哎，心不坚。所以我们要知道哦，都是我们的信念的问题啦。哎，啊，只要改变了，哦，环境就改变。哦，家人也是一样。哦，假如说呢，我们跟家里的人，哦，那个啊，理念不合，为什么不合？因为自己很固执啊。各位前辈，固不固执？所以哦，就会啊很难改变。啊，自己一改变了，家人改不改变？绝对改变。哎，所以我们要知道，都是观念问题。哎，所以哦，那个佛说的没错。哦，你把贫穷布施给我。哦。老婆婆把贫穷布施了以后，她心里面的贫穷已经消失了，所以哦，她的生活就改变了。哎，所以真的哦，哎，那个很有用哦，尤其啊，哦，这个佛一讲出口了以后，哦，他就更容易做。那同样哦，在那个时候啊，哦，有一个啊，哦，就是对佛很感冒，不想见。那阿难又很慈悲，请佛啊给那一个看，啊，竟然佛走到他的前面去啊，他就向后转，我啊看不到，哎，啊个看那灯吼，伊就不爱看，哎，然后吼，安尼四周围拢吼惊透透，哦，看无着，佛讲吼，哎，要互你看足简单啦，哦，你四周围个看那灯，我都有法度。走去你面头前，结果吼、哦，伊转面向天。那佛说啊，这个容易，我到天上给你看。结果吼、哦，伊头转向地啦。佛又讲，我来涂骹给你看。然后吼、哦，释迦牟尼佛来涂骹内底，伊竟然伊个伫咧四方向伫咧等。阿难讲。哦，啊，你安尼是要安那改变环境？谁做的？自己，所以他不愿意接受哦，那个苦啊，佛也没办法。啊，所以我们不想做佛，佛也没办法。各位想不想做啊？哎，要想做佛才有办法哦。哎，我们。佛老师不是说嘛，哦，我们这一班啊，哦，诸天仙佛啊都在护持，有没有？所以绝对啊，可以使各位、啊、明心见性。哦，诸天仙佛都给我们挂保证，哎，老师更是鼓励，哦，说一定呢可以成就，哦，可以成佛，可以成道。我们很幸运的啦，哦，各位前辈，老师讲道盘啊，从开始到现在，什么时候设班，从来没有啦，是不是我们这一班最特别？哎，我们这一班是最特别，各位都是得哦得天独厚，有没有？哦。哎，讲想要弄三个位置回来，有没有？哎，要高兴啊！暗时啊，哪里困哦？爱逃球，有没有？哦，很难得的。哦，以往呢，哦，这个在困的时阵啊，都唉声叹气。哦哦，烦恼遮济。哦，现在爱逃球，竟然可以明心见性。哦，可以见性成果，哦，所以要很高兴，实际的哈、哦，哦，努力研究，然后去做实践。还有没有？还十分钟。好，请说。
后学请问就好，请说。姑姑好，有20%是佛教，到佛教，他也是属于外道。那他们接外道是遵循什么什么教义哦，来作为他们修行的那个法则？好，请坐。因为好、哦，他们印度的外道有96种。96种外道，哦，他们是由来已久，非常久的时间啊，哎，都在哦哦阐扬这个外道，啊，又有那个外来的哦那个教派教别啊，哦，像那个伊斯兰教，哦，它也流传到哦这个印度，哦，所以哦佛呢当时也就讲说哦那个佛法不容易啊维持啊。尤其哦，阿难啊，啊，要求释迦牟尼佛哦，允许啊，哦，那个坤道就是呢，比丘尼能够修道，能够哦成佛，所以更啊，让那个哦佛教的诶那个传扬的哦那个朝代啊缩短很多了，诶啊，所以在印度本身啊，诶，我们就可以想象，只有20%。哦，那么少，那哈、哦、很多他们那个哦那个外道很兴盛，哎，就是哈、哦、哎很多96种，然后还有哦那个外国来的那个教派，哎也要在那边呢建立地盘，那所以更不容易啊发扬。那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中国的佛教、啊、并不是全盘哦接受，而且是经过哈、哦。我们这个改良，哦，经过我们这边呢，自己呀、啊，哦，发扬，哦，发扬光大呢，哦，那个释迦牟尼佛，他要哦这个阐扬的那个真理，已经脱离了哦那个印度的哎他们那一个派别，所以要了解说，拿到经典开头，哦，他是阿优。阿优啦，阿吼，阿弥陀佛的阿，忧愁的忧，这两个字起头啊，就是吼、哦、96种外道的经典。所以，假如说我们看到流传到我们中国来很少，因为我们一看不合真理呀、啊，就不要了。哦，所以我们知道说，哎，我们这边已经呢，哦，我们自己有发扬。哦，那个禅宗的时候啊，哎，那个达摩祖师啊，哦，把道传到老水环朝，哦，西元502年，达摩祖师到中国来，一直啊发扬到哦1135年，哦，那个密勒鲁巴为止。这个期间啊，我们中国的禅宗很兴盛，就是啊，全部啊。都融入吼、哦，哎，在修道，而且啊是用性命来修，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哦，那个禅宗在印度的话是一种修持方法，在中国的话，禅宗佛性本体，一不一样？不一样的哦。他讲禅宗哎，已经是讲我们佛性本体，可是吼、哦，印度讲禅宗。是修道方法里面的一种，完全差别很大，哎，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这边呢，中国的哦那个智慧啊，哎，又把它呢哦改良，哦实际的哦去做，还有没有？还7分钟，假如说哦，各位前人没有问题的话，或许讲那个哦句语呀、啊，说呢这个哦真心呐、啊、不落入思维，还记得吗？妄心呢本无处守，三句呀、啊、求心心不有，心不有次啊万年空，万年空处即菩提。无相光中啊，常自在。
还记不记得？哎，就是真心啊，不落入思维。我们的真心啊，哦，不是根尘相对的那个死心，那个是妄心啊。哎啊，所以真心啊，哎，就是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个真心。真心啊，不落入思维。你一思维了，都是妄，所以不能想。这样了解意思吗？然后妄心啊，本无处所。妄心啊，本来它就没有地方所在啊。这样了解吗？比如说齁、哦、啊，这个杯子啊很漂亮，我很喜欢。这个什么心？这个就是妄心啊，不是真心。为什么？因为这个会变化。我假如说齁、哦、不小心把它摔下去了，破了，那我们当时很喜欢的心跑去哪里？不见了，对不对？所以那个叫妄心，没有地方所在、啊哦、没有一无法度大。那真心呢，常住啊，不迁、哦、妄心啊，本来没有地方所在，这样了解吗？我们日常生活的心啊，假如会变化，那个都叫妄，它不会变的才是真啊！啊，所以我们进入实相，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不会变，那个才是真。啊，真心啊，不落入思维，然后妄心呢，没有地方所在。哦，像啊，一打破了，本来我很喜欢古董，一个吼、哦、几十万，一个枪，我、哦、啊几十万拢去啊，对不？啊，够爱无？迄破去啊，歪啊，对不？哎，所以他没有地方所在，所以三际求心啊，心不有。三际啊，过去、现在、未来，叫做三际。我们三际来求心啊，心不有。过去心已经过去了，找不回来；未来心还没到，现在心不住啊，所以吼、哦、没有三际心啊。拢求袂到，哦，三际求心，心不有，心不有处啊，妄言空。既然哈、哦、没有三心，我们要攀岩就攀不住了，所以妄言啊都空了。啊，妄言空处啊，即菩提。哦，你没有地方攀岩，那个实相就显现，所以那个叫菩提。哦。妄言空处啊，即菩提。然后无相，没有形象哦，那个光啊，就是我们佛性的光哦。无相光中常自在。之前啊，不是说《心经》里面有十个自在吗？有没有？各位还记得吗？哦，第一个呢，寿命自在，就是我们自己啊，可以啊。把自己的寿命啊延长，又可以缩短，那个叫寿自在。第二个叫做心自在，哦，我们的心啊自由自在。第三个最好财啊，钱财财自在，哦。第四个啊生自在，哦，我们要出生什么样的哦形象啊自由自在。然后第五个啊业，哦，身口意啊。三业自在，哦，第六个啊，愿愿我们的愿望，哦，愿自在，哦，第七个啊，哦，圣洁自在，圣洁呢，就是对哦现象、对事情深入的哦了解，不会变化，那叫圣洁自在，哦，第八个神通自在，第九个智慧自在，第十个华自在。哦，观自在。那我们哦，各位浅浅有几个自在？竟然没有一个。哦，最好从财自在哦开始，要用钱啊，钱就有。哦，财啊自在。还有一分钟哦，还可以问一个问题，有没有啊？
很快哦，六十秒而已哦。不问了、啊，不问你要准备下课了。